你为什么跟我弟弟换了？因为我们最近都太热了。我弟也太热了，就换一下，这样比较近。我去八卦山比较远，他来东西市场比较远。六日，因为他明天又要下高雪。其实是阿布，因为我比较帅，所以他来。他说他比较帅，所以我拍他了。三百，你们觉得呢？越来越不要脸。觉得他有帅的刷一波爱心。啊，没人刷啊，真的没有。哈哈哈哈哈。好的啊。几块钱？几块钱？一分三百。三百块啊！你找不找？今天最早。还要一分钟。好好。今天早到。这是反面，还真的有人刷爱心。下无敌大帅哥。真的还有人。来找钱呐、啊！那喜欢张一脚哦，家要买，去拿就好了。奇怪，好好讲话。你是昨天吃太饱了？没有啊，有没有？我要吃什么？奇怪，都给你爱吃的。昨天吃那多一万二，厉害！我有五个同一双哎。你要吃什么？不要给鬼接管，你现在都吃完了，你还问我要吃什么？我不是问你，问你要吃什么干嘛？那会没有，今天没有。哎，我也喜欢那个。这样这样。不啦，关于关键吗？关键吗？是无爱，老叫着伊爱食。家里没有鲑鱼尾啊。那个鳕鱼啊，有鳕鱼尾，没有鲑鱼尾。啊，阿油怎么卖？今天没有香鱼油呀，不香鱼油了。再问过了。阿油，阿油，阿油会三百。一份三百。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三百块。来。可以啊啦，硬啊！今天有红烧狮子头吗？有红烧狮子头吗？没有。对，就这样咯。哇，这个可以能发吗？啊，红可以能发吗？够了。应该是没有红烧狮子头了，他没有带。没有，现在很贵，你要加麦吗？现在没有红，今天没有红烧狮子头。那个谁要吗？我要一瓶咖啡。我两瓶三三这里，放这里。这是吗？这没有。要什么？没有，我要拿。要什么？今天要找伟恩找特浓的吗？你今天是不是？谁跟你说没有虾子？特浓的后吧。谁跟你说没有虾子？有啊，有啊，有有北控。啊，一瓶大水，三瓶三瓶。三哎，你们小水要吗？三瓶。三瓶小水，一瓶大水，一瓶那个伟恩。好，好，伟恩帮你。三百五。阿姨，伟恩能管。我老外公。这一盒吗？我家阿姨发的。三百五。三百五。三百五。谁？只有韦恩的。对啊。没有伯恩的。我改加伯恩好了。伯恩像。要多少？四百一。我两加韦恩的。对啊。两个加一起叫伯恩啊。还有十块吗？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我要给你找。啊，买枪，乖乖哦。我好像是喜剧的那一个。哎，我电话嘞。今天就是开心的一天。对呀，你要这样说，家里人不光是健康吗？我压力点嘛，我做唔知。有压力啊，你最好是压力。这些动漫不管的，光坐上这里就动漫。打不稳。你不然谁好了？
听六九较好。六九，等等。哎、欸，阿我遐，哎、欸，你好。还要出什么？要出什么？来一杯这样。真的会发火。有有发火。黄鱼好。黄鱼五百块。那怎么卖？好。红鱼，鹅啊，两株，三株，四株五百，五株五百。鹅啊，你今天好不好？好哦，多一只给你。今天有鹅啊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今天没有鹅啊。来。今天没有鹅啊。天哪、啊，今天要带的东西不多，我不知道啊。我是主持人结束以后，等一下，东西市场那就想要休息。两只150，四只380。四只380多少？600啊！哦，好棒啊！哎、欸，你想包啦？没想法包哈，但你的圣爹啊！觉得你在嘲笑我。我哪有在嘲笑你？觉得他数学很厉害的，我是在讽刺你。觉得他数学很厉害的，刷一波爱心。我回来了，我可以买300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有人要跟我买就开心。现在两只也卖了，小分长。卖得完我就要开心。就当明天要结束了，好，没问题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是怎么卖？这个还有，第二只450，一只300，哎，一只300，还一个包啊喂，还要买什么？鳕鱼啊，鳕鱼没有，要鳕鱼，要这个还是怎样？还是要多两只啊？还是要冷冻的？瓜饼萝卜糕一份嘛、啊，好啊。好啊。来啊。还有小陈吗？嗯。好。150。这个买500呀，一样的。好，谢谢。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就给他们。两片。来，四片。福芳达饮料外送。四片，六片500块。那你有拿吗？有。哎，这八片。你跟我们不一样。对。500块。我特别点餐。我包。这个哦，鳕鱼哦，欠缺的。鳕鱼今天没有，这块你不上。这算一个包了卖吗？欠缺的，欠缺的。欠缺鳕鱼哦。你要啊？小强，我来过。哦，你别说话啦。记得没有向我来过啊？你记得没有向我来过？啊、这边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可是我好像有看过你。第一次、啊、没有，是哦，好的，那就是有，等一下啦，那就是有人跟你长得比较像啊，那就是有人长得跟你比较像。第一次啊，要来这边工作，大的，大的吗？你今天在这边工作？今天没有。做啥？工程啊？做一点晚上的。谁让我阿姨 ？case 500块，接 case 多的。4只。哦，昨天做钉子，做一做，就去山那边。所以是客制音响，快点，客制化的音响。吃太饱、哦。那个哪商家。还有没有人要跟我阿姨？会啊，阿姨。三几天都有做。哎，是啊。他今天做那个鸡酒。哦。啊。你自己，你应该是自己给还是团队？自己给。哦。他过来问我阿姨吧。弄设备。对啊，还有什么鱼啊？鱼很多嘞，有那个向上北路啊，西甲五八，就是帮人弄好设备，然后那边可以表演，他们来这样子。好，这个500、1500，好，只有这个。这边不好，我晚上怎么卖？这个好，这里因为是属于市中心，那边东西比较少了，因为只有300块，嗯，可以拿好几。他现在买就是能喷掉。礼拜六的话就是，你们都做回来。有啊，这边很多那个。300块。娱乐场所，这里差不多一个人，都出去，对，对，都是一次而不很好的一个。
什么养生馆，他们可以拿到一个。我知道他们现在很久了。那我在上个月就在我家附近。他们现在卖几个月了？没有吧？因为昨天才看到啊。没有，他们卖几个月了？他们是九十多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几个月了。就是从他去普通的，那边不好卖，就是附近有大市场。我是我个人自己的本事，多多找啊。欢迎你啊，欢迎小。喜欢哪位？这只五百。这宝贝。你在买龙虾不？好啊，龙虾要300。200个。200个是四位。得贵较少啊。贵四位比较200个。哦，因为。电信这样子超，电话我每个尽量找比较近的，因为普通那边下雨，昨天我弟弟下雨，这边我开车下来，让你试下。在那边，你要转过去才对啦。我来这阿姨吧，好。在那边，哦，上完了，还有啥？好，把手拿到，下黑。来阿友过去啊。哦。白仓啊 ，OK， 这过一次啊，过一次。龟骨嘞，龟骨卖300多块，你怎么包装嘞？你等于用行的做起来，这两包哩，这一包一公斤，这两包哩300多啦，一包够哩300块啦。三包你说我讲话通了，他说只有麦克风，因为就是对，不能包了，我说一讲话会出差，有差别，真的。那个2只100，龟头。哇！好，那边这样子一下就结束了。今天谁要来？我啊，又是你。啊不，我明天去哪里？我明天出道。今天不能多看你，不然明天问你。来，关一幕。300块。关一幕。关一头来，就300块。关一幕，关一幕。不能不关一头吗？300块。来300块，来消费了。小咪。哎呀好。7只500。今天有抓饼吗？有啊。要过一头好。现在有人要一个抓饼，一个萝卜包，看一下。哎呀。就是。哎呀，大只。对啊，金枪呀。我大只，我大只好啊。好，来收钱，收钱。啊？整合线价。啊，阿姨来，谢谢。看这罗冰，你个零下。你要葱抓饼5包哦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我要问一下还够不够，因为刚才抽，我问够不够，等我一下。6300。六百。你也抽贵。高高宇来，高宇没有。来 ，OK， 够啊。哈。我包一个哇。包一个哇。还有。你看就好了，不要买了，因为你看他工作，很麻烦。对对，你不要买，不要看就好了，因为你这样麻烦。你组成买就好了。因为你在这边，你等下工作，你那一份很麻烦。晚上回去就11、12。下次我走不要来。
他在晚上就放。没有鱼，就上那么多鱼。多少？哎，抓饼出偌济啊？抓饼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我抓饼。哎哇！剩几包？要买不？啊？一件呢还没有卖。有人要五包，有人要一包哦。没有包鱼。没有啦，那只包而已。包几包？有人要五包，有人要一包，先包起来。有啊。要几包？啊，包一百啊。对，今天跟宝宝换那个抓饼。哇，阿姨买五包了。两包，你接了没？小姐。有人要五包哎。先想吧，四包，可是有人要一包，所以就变三包一包，好不好？三包一包，五包就刚好全部啦。谁三包一包？因为有人要五包，可是阿姨要五包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我就跟那个刚才留五包的加留三包就好。还有另外一个人要一包，这样就刚刚好，五三一九。反正阿姨也是五包，对。对，要包五包给我啦，要五包的给我。短啦。阿姨要。哦，你搞定嘞嘞。那剩下的就变成一包三包。没有啦，没有一包三包，一包三包。嗯。抓饼。抓饼，还几包好在？无啊。无啊。无啊。啊，你见没？哎，几包啊？几包啊？用。孙俪那个葱抓饼，因为有人先拿五包了，所以我留三包给你。然后那个青菜，因为那个抓饼帮你留一包下来。没有办法，不够，不好意思，不能呀，真的不够，不好意思。加。我今天带比较少，不好意思啊哈，不好意思。走啊，带子。大哥，你丢我嘛，兄弟！那个顺利哈，帮你留三包哈，不好意思。你够个电话，你坑了嘞！等钱坑个了钱了嘞！阿银阿银啊，你带带安尼带少？两百。无物件，我老命在买啊。昨天差不多，他故意的，他想要早点。我不会的。他昨天储存是很太累。对啊，你看储存，你故意再早一点，九点就讲，就不走。昨天九点就没有了，包你不包一样。哎，十一点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有啊，有很大哦。那么贵贵的。哎，不要一个人。是广宝，今天有炒虾仁吗？我问一下，会有吧？这个呀，不是的。那么便宜啊？你这个炒海林？刚刚说你要什么？六百是吧？六百。对啊，那个就是啊，这里六百，看到差不多了，再卖一个五百去，这个大包一个。好了，摆在你家了。啊，这阿姨海林啊，这三百块，那个拿走拿来干嘛？人家要。丢我们丢我们，你刚炒虾仁，虾仁阿姨也要。嗯，今天没有炒虾仁，今天只有这个白虾仁而已。丢我们丢啊！你啥吧？丢我们丢啊！三八丢啊！我丢啊！一、四、三、五、三八块，好不好？你过来一下，你输了。好。哦哦。你这昨天吃太饱了，快点呐，一直玩。甜不辣？很好的，很好的，欢迎来吧。几包？二四六八，还是袋子啊？不要一直拖卖呢。啊，没有，被你卖完了啦。算你高了。我奶奶算钱。来，那个阿姨要算钱。来，这么低哦，这个五包嘛，五包就拿了，这个两百七百，这两百，没上来哈，接接来，一片六片就绑起来，八片，十片三百，六片，十片，四片，下次再来，六片，打完了，好玩了，这就上完了吗？都给你们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，三个，然后这个上完了吗？对。好好，钱在你一千块。放完在哪里？放完没有放？没有放完，这边没再放，这边再放完。好，给你五百。一千，然后
现在有没有旅游啊？在屏东游哎，要多爱心也多啊。3500块。Hello， 帅哥舞东皇哥 ，Hello 有。谢谢雪姨啊，帮忙多少啊？6000。